对啊，中午拍好了。好。开始。你就拿着手机，然后那个是。那还说什么什么交功课是什么东西的？你不是密我？结果嘞？拍一张而已，有这么困难？这次等那个摄影师的时候，就从那边走。不要给我随便拍。816，你们是816是不是？好，816第一。待会儿你们有优先，你们可以派两个人出赛。待会儿816，我优先从你们班选那个隐藏版选手。冠亚军的选手，赶快 A、B 两场，赶快练那个 B、C， 赶快练习。然后八年级各班，现在请开始往内集合场开始移动。知道。就是你，票大一的优饮料打输了没事，好，好，那么我们比赛就正式开始，我们请校长，给我们的服务人员呢，我的两场服务人员都不见了。阿倩，帮我补一下。啊！来，我们西那个一小一高就定位啊！来，杨老师接第一球，杜成老师，没有解除危机啊！各位同学鼓掌一下，就是教师组上方位的，哎，对。找方位，找方位。那个。录下去。开始，校长加油！来吧，各位，请把你们快点，现在注入到第一场，我们的隐藏版选手要发出来。好，哇！好，继续继续。哎，加油加油！那个体育方面，你们打赢的话，那个50元的奶茶一杯啊。奶茶。奶茶。哦，原来赵毅老师很会打篮球的。好，比数1-1。啊，这边呢？怎样？比数1-1没有错啊，西场1-1啊。然后现在那个教师 A 组先推球了。好，五个人打得好高。那个八一现在组织没有组织出来。哎，不，女生在看好球，接球单可以投压线，依我这个眼光，看就是压线。哎，我们的校长领线，好。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太厉害了！他的发球很强的，你要注意一下，只是比我弱一点而已啊。哎、欸，我没有讲错啊，因为他身高比我弱一点而已啊。啊，体育班你们完蛋了，你们完蛋了。体育班输惨。来，加油加油！现在谢伟老师要发球了，发出致命的一球，八月能够打，哎、欸，怎么发动？有个狗腿。谢伟老师，你好歹要杀球给他们，看看他们做游行有没有看到？哎、欸，他们腿怎么样破了？然后在新场地教师组
5-2，大一七加油啊！等一下为鲍鱼加油。好、哦，志光老师抽球了，徐老师抽球，哇，被挡下来了。果然，这绝对还是有人持之心。哎，好、哦，补过了。现在这边，季风老师补了一颗球。哎，准备，好、哦，志毅老师过。哦，加油的。好、哦，志毅组长故意放水的一个抽球。哦，我疯了。哇，女生发言，女生补的真是好。哎，站住。哦，我疯了。我快疯了！想要说现场实况总播也蛮辛苦的，怎么没有人，怎么没有摄影机对着我呢？啊，今天体育班发球，大明哥你在干嘛？你早上没有吃大米对不对？来，我们现在欢迎我们的佐仓老师发球，来一个漂亮控球，好，这是经典，那个是假的，哎，好，现在投球，现在准备怎么样？抽球，他不是抽球。好，接球，一个人，走高，点球，抽球这么漂亮，只是他在网就落下来了。好，我们现在请佐仓老师发第二颗球，那个扣球三分，我们给你加油。好凶，好尖的。五，很好。很好，体育班越打越顺手。佳颖老师，我知道你要让分，我知道，但是你不用拖两次，好不好？我是说拖球拖两次啊。好。好，主任接的第一颗球，赵玉博。好，好，我们的太猛了。我跟你讲，我们王春杰教练有扣球魔人之身，有没有看到？轻轻的一扣就没办法挡了。哎，作弊，好，加油。哎，补得好。好，那他是大棒棒。守门老师要投第一颗球，魔法也让那个主任有机会扣球啊。来呀，是第一手要做的，知道吗？好，我们破球魔人要发球了。那个教练，你可以做一下那个跳跃发球，他们看一下。好，谢谢。那个班级，我可以断定的是，刚刚那两个女生是你们的错，因为你们屁股没有移开，所以智慧老师没办法去接球。知道吗？这个球跑了，所以下次屁股要挪快一点，像那个蜡笔小新可以屁屁移动一样。好，我们陈强老师要发球了，注意看，这个球又低又有危险性啊！年轻队的可能接不到，那有队的人只能在水中打排球，这样就算是不行了。哎，来来一个。好，很好，你们接第一颗。好了，在老师补球，如果没有补进，还有体育班来发球。现在体育班对教练组7-11。哦，我这个球发的有旋转的动作。哎，主任破球了！啊，今天应该被骗了，人心险恶啊，你知道吗？就连主任部长，我说社会。其实非常险恶，请各位同学一定要注意，球上那个球场上如战场，像主任这样表现就对了。要破球，轻轻敲一下，哎，就骗到了，哎。哦，陈佑士回球。好，准备破球。好，王教练接球了，来破球，准备。那个主任，你要让家里有机会破球啊，他痴痴的望。哇！好，终于轮到庆丰老师的发球了，请各位拭目以待。他时速号称230，这个是网球的发球，好不好？排球不可能230，最多能够30就不错了。来，庆丰老师发的时速10的，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到时速十，这个还接，还接的话，谢谢。十五，我们每局15分，因为我们还有第二场比赛。好，我们这边补这颗球，好打到刘宇前头球，裁判的手上。好，这个你抢到前头，你要打好，把球打回去啊，那个803的。那个周围的同学稍微注意一下，你可以当你抢板同那个，你抢板前头把球打回去。
我从老师很经常接到这一颗球，同学知道那一组的重点在哪里了，对不对？体育班，你知道那个他们这一组的重点在哪里了？哇，姜老师拉这一颗，哎。哦，刚刚老师发的这个球速最少有5。哇，太可悲了，这个球被挡住了。哎呀，八月你们破球毫无威胁性。你看，这位老师来了。我们稍微规则介绍一下，志峰老师第二次碰球的时候可以，第三次就不行，可是他没有碰过。准备下一个扣球是谁？宇宙老师，你明明扣球，你都不扣球啊？有没有？那个战场上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你有看到？你没有扣球，肯定是扣回去的。这说明球场上是如战场。好，出界。哎。哎，没有换局啊，三战两胜。我们是打三战，老师，我们是打三战两胜哦。三战两胜，可以啦，可以啦。可以，可以，可以。来，我知道。来，各位，进去。我们现在准备要做隐藏版，第一场隐藏版选手报名，开放报名。816，你们是第一个到场，你们可以有出两个选手。你们的班级。如果你有意愿要上场跟老师打排球的，现在请到我这边来报名。去啊！打排球会被宇宙老师打爆了。他那个球爆头很快，你上去打。我们名额我要弄东西啊！哇，这位老师终于发威了，他第一场直接拿给你们仁慈而已，好不好？这位老师其实最凶狠的。他的脸跟朋友的笑容，其实我跟你讲，老师们都是阿哭。有一句台词是这样子，他笑的会让你心里发麻。你知道阿哭吗？什么？凶啊！来，你看看选手，我看一下。凶马是。1、2、3、4、5、6个，六个。阿哭吗？啊！816没有来，要来啊！816在哪里？两个。过年了，四个。五个，1、2、3、4。没有了，拜拜，打拜拜，拜拜，拜拜，好，来，十个机会在那个后面，好，陈凯，你愿意打我们第二轮的话，一个下来，可以说了，打爆了，那个打最差的失误最多的那个第二轮就是换下来，好，自己猜拳啊，最赢的9个先下场啊，可是816是一定要下场的，816那两个一定下场。精英中精英，各班的。哦哟，没有过，啊！主任这一颗球不大。不认识。那个曾经有说过，只要球在网，你就要向前压压球网。好，第二个人补，扣球，好，准备扣球，哎，可以扣怎么扣嘞？好，那个教师席。教师 B 组其实是比较残忍一点，人家教师 A 组都比较仁慈，然后自己又破了球了没有啊？就是自己组长。啊，你说你哪有碰到是不是？我再 Q 你一次，有没有碰到？有啊，我有 Q 到你了啊。哎，那个同学，麻烦把手帮老师扶一下哈，他有年纪的，可以吗？他是有年纪的，要扶他一下，要扶他一把。宇宙好变态。走，姜老师记得好。好，张明哥，你终于发挥你的实力了，是不是？陈明凯要往前压球啊。好，这位老师终于也开始发破球，发破球式的发球了。好，现在进攻老师其实不是你要破球，是要给宇宙老师破球。这个叫老邓一中老到位了呢。一块高，包含着战术的运用。来，老师先发球。
就是变了的意思。速度啊，快速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少女跳跃。好啊，第二个快攻啊，叫 B 快攻，脚打的比较高一点，但是没有骗人的感觉。只是穷逼啊！那个麻烦教师 A 组哈、哦，动作打快一点，我们没有时间了，谢谢。那个教师 A 组，你加快，比赛那个第十次，我们还有冠军队要打。那个教师 B 组，麻烦加快脚步，我们还有第二场要打。我们还要给长板出手，快点特写，那边一个特写，给黑包一个特写，好，哦，鱼帆飞上来耶，哦，主任打电话了。又送了一分目前比数七比七。好，现在吴宇洲老师要发球，来个快要发球，啊，不要，霸王发球而已，霸王色发球。这个比赛结束之后，证明了一件事情：姜还是老的辣。我们看到宇洲老师的发球到目前为止分出第二支。我们的正式选手的第三组又跟熊猫出来特写宇宙，看着比赛，帅气捡球。哎，真是感人。好 ，OK。哦，熊猫老师扣球，你的球被拿走了，很好。熊熊老师是，来准备，我的是喷喷老师，准备两网啊，准备，很好。哎，中锋铁就对了。来，要从宇宙老师的手上拿到接发球这个，我跟你讲，要非常的谨慎，脚要蹲低一点，两只手要伸直一点。杨毅，你是故意的啊、哦？真假的？你看宇宙老师越推越后面，球越发越强。救回来，回来了。哦，这就是所谓的硬来。那个金峰老师坐一下球，然后扣球了，他已经按捺不住了。哇，教练老师你看得真快，他还没，不过你放心，他十扣有勇气。我也换一个人吧。好，教练老师扣球。那个，语文老师发生什么事了？老师就要故意放水一下，对于学生没有必要太执着，没必要太执着。老师信用他自己。好，现在我们语文老师要发球，有分三分，对对对，就跟他组成导师。这就是语文老师的用意。好，出去，好，出去。还有一局，还有一局，没了，没了。好，没了，我们还有自动爆棚。嘉宾啊，来冠军队上场啊！七班还没上来，冠军打老师哦。老师应该惨死。好，第谁？来各位，现在几位场上出赛的？807，热分的，谢谢。来鼓励一下，谢谢。来鼓励一下，鼓励。我们的8年级三星排球赛冠军队将代表美帝国中参加台中市九局化单季排球赛。这又是什么的？啊，给特写！你们每个人都不进的。我们分一分的，特写啊！来，那里，特写球。好，第二。老师就这么去。尚平哥，你故意的，对不对？来，隐藏版选手，进场到那个积分板后面。我抢。很好，很好，很好，很爱特写。凡事起头难。阿东，准备了，第二场。那个老师组有没有要换人啊？
长板选手，这个一般是起头板。好，出界。好，出界。冠军队送出一分，冠军队送出一分，我们要礼尚往来。好，来苏婷老师上台。好，来苏婷老师上台。哎哎哎，体操主任。多厉害啊！结果是冠军队，一位酷啊，谢谢。我们请听一下裁判怎么说。慢秒接球的动作，慢秒。然后那个是我老师拿到学，很不专心，你知道吗？我都是拿到学。哦，这个球有好，这个球有发球，哎，发的不错，有压到。你瞬间让两位老的不知所措。好样的，同学。哪里有砸对？哎呦，砸对很强哦。好，我们主任接的好。那个冠军队伍加油啊！哦，这个球发的不错。哦，这个球发的不错。多球王者。好，冠军队现在打过来了。呀！好，辛苦老师。对。哦，现场扣球，然后往球往投篮的下面来，这是错的。好，这个球。哎好，把补回来，好，把打过去，很好，再来，对，抢球抢得不错，哎，这样也可以，这样也可以，哦，这位老师这位球，这位老师这位球吊得漂亮，好，现在由志方老师发球了，就叫他来，我们来，今天跑快一点啊，志方老师。管他流血流。好，现在学生这一根发球贴了，好，不贴了。现在向学生连队现在目前8-3。学生连队，各位老师终于要发挥他两球的实力，加油！柯老师，你好歹把球挡住吧。哦，这颗球掉得漂亮！哦，哇，主任秘书掉一球了，主任很不是滋味，很不是滋味，直接丢给家了。啊，差一点。越来越厉害，你比试现在教室里面有咬小家人猫哎！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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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月老开单。哦，亮枪，看到了，跑出去，一个亮枪。啊，大招！我现在冠军在这教师组。我现在打的不分上下呀，准备要破球，好，接老师接住了，接老师破球，准备，哎呀要被补上，很好，接老师补回球，老师准备救球，冰块攻，破球拦网，好呀，怎样啊？意外，真是敢一个人捡球，好，你捡完球没有？没有上来喽。从9-4追到19-10的，王教练果然是有破球魔人之称，哎，到目前为止已经领先拿回四分，加油！大进手！好，二局。你的作文都被全班读过一遍，我写作文精瘦，大精瘦啊！在比赛中大精瘦。阿健，很瘦。总差老师赢的决胜点，现在是14-11，现在到决胜点了。啊，这一球你又送了一分。教师组加油！教师组加油！不能有破坏的一场。破坏的一场！哇，这个是！哇，这个是！好了，还有第二局。老师现在要很分。最后一局，老师都看我们时间看不够了。阿坤老师。那个，徐文老师，最后一局哦，还有，打到第二局就好了。来，在座的同学，如果你想要上厕所的，现在可以到右边上一下厕所。好，现在轮到季风老师破球了，那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破球，我们看看，破网是对的。来，我们如果可以加一组来。没关系，季风老师，我会有那个表现的机会的，要对方发过球，再过球出去。破的漂亮，但是再往前就扣掉了。哦，准备季风老师准备扣球了。王贝贝。好，这两个这球举得漂亮。哦，出界。你说他球硬球呀？硬球。哇，这个球发得漂亮，接球。那个宇峰老师这球漂亮。那个老师组，请不要从网子下面过，要从网子两侧过。好，你们的罪行我都录下来，我都等被刑罚，等着被举报吧。你们都进场了。那个我都被录起来了。一秒半起的一个拖扯，就把球拖到后场去。是难免的，因为你们得了冠军。来，赵磊老师交给你了，就结束比赛吧。好，这个球放得破，接得好，然后把它打出去。哎呦！来，你们接球。那个小唐老师，你好歹破一下球，让乐色破球吧。干白是巧克力，很久了，你知道吗？你不要相信，我不相信，因为球就过界。难道这是场地扣球吗？这是风水，这是风水。老师发球厉害。好，我们这边终于可以有机会破球了。厉害！我要，结果这一球直接冒充主任手上，再输，输，再
送送。快呀！好，现在换到王教练发球了。欢迎主帅，好开心啊！好，这颗球充满了标志的面号，在高加索勇士到了最高点上。要入这 yes 就整个人上路轻松。好，镜头加油，加油！好，主任打得好。哎，好，主任又打回来了。好，压得好。哎，压住这球。我已经持续了三球。主任没有抽到。好，这一球是不是这个球举得漂亮？哦，我觉得把补回去只是能造成往下做的。哎，你说我是高球了。那个。现在场地上已经开始进入到百六号的竞争了，现在比数九比九都不看太清楚，那个教师的问题，10-3吗？10-10啊！好，现在准备要结束比赛了，会不会有第五局呢？不要把你击败的加油声，听到他们加油声，气氛都一起来了，我们会有起来兴奋起来。不是越加油越不兴奋。第一组准备要拿回，要洗刷第一块加油的战败苦功，剩2分。哎呦，我跟你讲，这是学生给你面子，知道吗？你出界耶！内魔王气宇超服了。啊，这个真漂亮，真漂亮。哎，这个左转，我下面转，他上面跟着转。我们向上前的，来往十分钟了。好，好，左边这个。对，哎，你看我这样转，你看我下面。好，我们第一场比赛结束。So cute。1-1。啊，没事。好，我们教师第一组以及第一场比赛到这边比赛结束，到我们今天的最后的。好，第一场，现在我们有计时呢。那个计分同学可以把那个计分板给我看一下分数吗？好，很好，谢谢。好，9-4现在目前9-5了，各位。我们那个会有学校上课的时间，所以待会上课的时候继续慢一下，谢谢。上课。那个同学不要喊太久。就可以解散的，谢谢。好，让给那个老人，要给老人自信心，因为他们老了，他们是需要自信心的，哎，他们必须要建立，知道吗？这个未来的老人主义是非常有理的，你们已经做到第一步了，老师，老师已经变成老司机了。好，开玩笑了，哎，我们老师是很厉害的，那身材不错，你要小心一点。比赛结束。好，各位老师开始。好，准备了。好，发球姿势。哦，张老师最厉害了。好，志宽老师终于让我们破球，就是他没空了，谢谢。好，我们先最后。好，张老师果然是最厉害的。第一场。好，学生，后，哎，后场，第一场，哎，出现。好，你放第一球，你落地传到第一场，三人两两，三人成。三人席地而坐，立地成佛。来，我们再比试完，我们剩下5分。先放下，放下课本，立地成佛。好，很好。我们第一分钟拿他拿出他5分的实力了。很好，很好。他只剩下2成10就没了，所以他只剩2颗球。他只剩下2颗球，待会就没了。因为比赛就结束了。未来的老人主义是非常流行。已经有4颗了。我们看到，我们看到，我们看到，我们老师实力现在已经提升到6分。深藏不露，你不要想心机了。来，各位配乐准备啊！哦。哎，为什么每次都这样？感谢这个噪音。来，各位同学，我们现在要开始要现场要配乐。不巧，然后我们配音乐老师在楼上。我捕捉到音乐老师的心中，来三连胜藏不露，看着我，吃的苹果。然后那个音乐老师在吃苹果，我看到了。哦。哎，为什么老师输这么这样？其实进攻老师之前是个
很努力在保卫人民的消防员，但是有一次他没有救到。有没有人给我？有没有人放枪？他秃头了。哦，没有。他用了，他秃头之后，他用了落剑分法术。现在剩最后一分了，各位。不要这广告。最后一分，最后两分。来，各位，剩最后两分了。进入了。进落吧，反过来。应该要喊暂停，然后呢，30秒再准备第二步。是什么？要落剑分法术，体力大补全。好，没错，剩最后一分，上手。最后一个机会，你们将会输在嘉阳老师的方程之下。来，各位，准备，开始。哇！我们看到，只有这个老师最配合了。你说这是故意的，对不对？你最后可以补助。一般都要补票，直接回来。是假的，哪里有事？好，准备了，准备啊！大家会有信号一起。有没有人跟我？陈凯乖宝宝指数增加了一点。好，各位同学，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来这边都有。然后，请伸出你的胳膊，为今天出色的老师组鼓励一下，谢谢。然后，为今天出色的同学鼓励一下，感谢大家的参与，那我们明年见，拜拜。班级收到。收到了，快大笑。然后那个服务的小一班九年级的，现在赶快把东西全部都搬回来，才是了。我也不敢说。老师。嗨。你要说好胜，不要跟他们说平凡跟你。你有按录影键吗？没有。没有，有，我按满了。拍了老半天没有按录音键，一整车，录一整场，然后要跟他说平常跟你的叫，他叫高博伟的，我叫陈志，好，安排，高博伟，可惜的，好，然后我们先通过的同学鼓励一下，感谢大家的参与，那我们明年见。拜拜。来，那个服务的小一班九年级的，现在赶快把东西全部都搬回器材室了。我也不敢。老师。嗨。按录。好，输完了。好胜。谢谢。你有按录影键吗？没有，没有，我按完了，把它按掉了。拍了老半天没有按录影键，一整车哦，一整场哦。他有按录影键。他叫高博伟。我叫陈志。好，来看。好，我起家，我起家。快别起家。你好。喂，有录很多了。